我们再来看啊，那讲到啊，一切恶思邪妄中得出啊，就第八个恶思，恶思就是这些啊，沙门、婆罗门，基本上都可以叫做恶思。邪妄啊，就是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他们所说的这些理论啊，那么基本上是不能得解脱的啊。那么这个是为末世圣地，它主要是在说，你必须觉察发现是什么问题，那么要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问题，就是问题的根源、问题的症结是什么，然后要知道解决问题的关键、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要知道怎么样是彻底的解决、完全的解决，要不然你会得少为主啊。那么或是前面讲以非为是，法说非法，非法说法啊，就会变成这种情形。那邪思恶妄，那恶思邪妄，就是邪见啊。啊，那么传播邪见的人，他就叫做恶思啊。那在佛陀时代，那么强调解脱的，强调升天的啊，那或是强调没有解脱的啊，那基本上归纳起来，就是沙门、婆罗门这两大类。这两类里面，沙门，除了佛教之外，佛教也是沙门团的。沙门跟婆罗门不太一样啊，沙门基本上都是啊比较，比如说托钵乞食的啊，那么穿粪扫衣的，类像这种的啊，那么出家的、剃头的啊。那婆罗门就是比较属于在家的，婆罗门也有出家啊，但是婆罗门基本上是宗教祭司，它不一样。好，那这个沙门里面啊，六思，我们把它叫做六思。那包括佛教是七师，包括佛教是七师，七大沙门团。那六师里面，阿逸多，这是唯物论。唯物论主要啊，主要是说这个世间啊，因为我们是身体跟精神合的，没有灵魂这件事，死了就没有啊，就是我们说的共产党那跟唯物论这一类的啊，人死了，人没有前身，也没有来，也没有后世。啊，就是没有前生，也没有来生了，那就只是这一生。基督教讲没有前生，但是有来生啊，那是两世论。佛法是三世论，啊，就是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那这个唯物论是讲没有的，这一生的存在，死了没有，你也不是因为什么业而来的，没有啊，只是这样。那这个是唯物论啊。所以他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因果，没有三世，没有凡圣，那没有说啊，我这次修行完了，那成为圣者可以不生死，就也没有啊。就是所以世间四种证件基本上都是针对六师来讲的，世间四种证件是针对六师来讲的啊，就某部分啊，没有善恶，没有业报，没有因果，没有凡，没有圣啊。那我们说佛陀说学习佛法，第一个要先了解世。建立世间四种证件，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有过去有未来，有凡夫有圣人，啊，所以你要先确定这个。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人讲没有善，没有恶，没有业，没有报啊，像唯物论也是这样。好，富然呢，基本上是无因论啊，基本上是无因论。他认为有灵魂，有灵魂有解脱，有灵魂有解脱。但是这一些都是偶然的，叫做偶然论、无因论，没有因，没有什么原因造成他解脱不解脱啊，这些只是纯粹只是偶然，没有原因。所以你在恒河南边，杀一千个人也没有罪可说；你在恒河北边布施给一千个人也没有福报可说。但是有灵魂，那灵魂本身是不生不灭的、不变的。灵魂也不受业报，但是这个身体会有苦跟乐的感受，啊，这是他说的，啊，是他说的，啊，没有业报，没有业报，但是有解脱。他解脱不是你努力修行就可以得解脱的，没有，他纯粹是偶然，啊，那所以啊，而且灵魂也不受业报，你会有苦，会有乐，但是那个是身体的感受，不是灵魂的感受，啊，那这个是所谓的富然呢。啊，那有时候叫布兰加瑟，啊，我们是为了要方便记，
啊，都给他三个字的了啊。有时候叫布兰加瑟。好，另外一个叫波伏陀，波伏陀是定命论啊。那么他基本上啊，讲世间有七大，因为佛法讲有时候讲六大、四大或是六大，四大是地水火风，这个是色法，地水火风空四啊。那么有讲这六大，那这个波伏陀讲七大啊，七大是七要素：地水火风苦乐命，命就是灵魂啊，命一生一的命啊。那么他基本上讲这个七要素不被创造也不被破坏，一样有灵魂啊。但是他也是强调没有业报的啊，没有业报因果的啊，这多数都是强调没有业报没有因果的啊。那他也不是说完全没业报，他说假设你杀人没有惭愧心，那么你就可以不受业报，但是通常啊比较不可能啊。他还是主要是在讲这个灵魂其实也没有办法被破坏啊，然后也不被创造啊。他说一开始他就是这样了。好，那个是末节里讲要素七要素的，他基本波伏陀啊，他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定命论。那末节里这个佛教批评的比较多，它是宿命论。因为宿命论其实我们现在的佛教里面也有很多宿命论，那宿命论就是一切都是过去决定好的，那这个很容易跟业感业果论结合啊，业果论结合就是业报，因为过去的业才造成现在的报嘛。你过去杀生，所以现在短命多病嘛，你过去害人，所以这次被人家害嘛。但是佛法是讲缘起的啊，他讲业果，但是他不是讲宿命。宿命就是说一切都是你过去的原因造成的，不一定，你现在做的也可以改变。那过宿命论就是你现在怎么努力你也不能改变已经决定好的东西了啊。就是比如说那宿命论在佛教界也有，比如说我一般我们会说我们现在骗人家的钱，我们现在骗人家的钱，所以我们以后钱也会被骗啊。这个是从果之因。好，那么有一些人就会觉得那我现在被人家骗钱啊，那表示我以前骗过人，不一定，这是不一定。我现在被人家害了，那表示我以前害过人。我现在被人家骂了，表示我以前骂过人，不一定。我被那个人被杀死了，表示那个人杀死过那个人。那这样，那他杀他是因为他前世他杀他，那他前世杀他又是因为他前世杀他，那到底是谁先杀谁？那是不可能的，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宿命论啊，佛法通常把它叫做邪命外道啊。那他基本上告诉你，你用功也没有用，因为一切都已经是决定好了。谁解脱谁不解脱，谁什么时候解脱，不是你用功不用功可以决定的。时间到，时间到就解脱，时间没到你再努力也不能解脱。那通常啊，这个就变成宿命论。好，那善若愚啊，善若愚是舍利弗目犍连的师父，那他也是算是比较有智慧的一个人啊。但是这个他强调的就是所谓的不知论，我们叫做怀疑论。他不去肯定什么事，也不去否定什么事啊。那么但是他重直觉啊，他重直觉也重禅定啊，所以还蛮多人跟着他学的啊。那么这个叫做不知论，或叫做怀疑论，一般哲学上把它叫做怀疑论。那泥鉴子是跟佛教最像的，泥鉴子是跟佛教最像的啊。那他也讲业报，讲三世，但是他解决的方法不一样，他是靠苦行。他认为我们这一生这个业报生，那么是因为造了某些业而有这个业，那么业受完了，他的苦就不会再受了。就好像你到地狱受苦，你地狱的业受完了，你就没有地狱业了啊。你到畜生道受苦，畜生道完了，受完了，你就没有畜生道的业了，好像是这样啊。所以他就从这个地方去看，那么我就这一生我不断受苦，不断受苦，那么不管你造什么业，你都会因业而苦。好，那么我现在就不断让他受苦，
我把我累生累世的苦都在这一世把它受完了，那么我未来就不受苦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没有道理啊。它只是某部分对，但大部分不对啊。就是你造恶业会受苦没有错，但不是你受苦就会消恶业，这个是不一样的。你造恶业未来会受苦，但不是你现在受苦就可以消你未来的之前造的恶业，这两个是 不完全等同的啊。所以他把它等同起来了，所以现在就变成我这一生不断的受苦，不断的受苦，所以他修苦行啊，分分秒秒都在受苦啊，举一只脚举一只手啊，不吃饭不喝水啊，然后住在树上吃大便啊，反正种种学牛学马，那么这一些，那么不断的让自己受苦，那么让自己可以消业，就变成吃苦了苦了啊。那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就是他的方法错了，方法错了，所以他就叫做苦行离系论。离就是离系缚，就是依苦行得解脱了啊，依苦行得解脱。那婆罗门我们说过啊，这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一业有轮回，一直得解脱。那之前就是吠陀天起，济世万人，婆罗门至上啊。那么这一些是佛陀当时所谓的二师邪王啊。那佛陀先告诉你了，所以他先跟你讲世间智人众戒嘛啊，其实这些是错的，说没有善，没有恶，没有业，没有报，没有凡夫，没有圣人，没有过去，没有未来，这些都是错的啊，否定掉啊当时种种的理论，这些都是二师邪王。那么我现在就是没有堕入这些二师邪王里面，就是我没有走错路，你不一定走正路啊。你没有走错路，你不一定走正路，但是你要走正路，前提是你没有走错路啊，你不一定走啊，就是我看见你往那一条路走，我就知道你走错了。但是我看见你站在这里还没有，我决定往哪一条走，我还不决定你有没有走错啊，只是你不知道怎么走而已啊。那这又不一样啊，所以第九啊，我今世为大医王，你看啊，我们现在是讲到这个嘛。那一切众生为结死病烦恼，那所以他说，我今出世为大医王。出现世间啊，为大医王。那么我说尽苦道啊，这个尽苦道就是这里讲的集诸法药，汝等当服啊。集诸法药，汝等当，你们要服。那就是我说尽苦道，随事行人尽苦。我告诉你真正的出药之道。那你要我告诉你这条路是错的，那正确的在哪里？知道这一条是错的啊，哪一条哪一条这些是错的，二师邪王。但是正确的在哪里啊？你知道错，你也不一定知道对，对的在哪里啊？好，那所以知道错的之外，还要知道对的在哪里。那这个就是佛法里面啊，借镜取见，二师邪王借镜取见。然后正确的就是对于佛法正确的道路没有怀疑，对于正确的方法没有怀疑，正确的解脱道没有怀疑，无有怀疑，无有疑。啊，对佛法无疑，对三宝没有疑，对四谛没有疑，啊，那么这个你才有办法得解脱，断生见，啊，断欲贪跟断嗔，啊，那重点是要先建立正确的观念，然后断了生见，断了生见，断了生见，你就决定得解脱，那么之后再断欲贪跟嗔，啊，那么就肯定可以断，断了之后再断什么？断五上分解，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无明。那么这个就是啊第九个这个啊众生为一切结死所变，那么这里啊，那么集诸法药，那法药这些法药就是什么啊？这些法药就是三十七道品啊，三十七道品，四念处、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啊，这一些。好，我们把这九个啊到第九个啊，把它看起来啊，就是也类似像四无畏的，我是一切智人，我一切肉尽，我说藏道法，我说尽苦道，啊，我们可以这样看啊。另外讲到结死部分，还有一种说法，五顿死、五力死啊。那么五力死是关于观念上的啊，那基本上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镜取见。
啊，这是据史，这是部派的分法啊，部派的分法，邪见见取见，借进取，据舍论是这样啊，就把这一些归纳起来，把它分成五力史、五顿史，见取见跟借进取见啊，啊，总说来都是邪见啊。那么五顿史啊，基本上是贪嗔痴慢疑啊。那因为龙树是在部派之后啊，那么大圣的集大成者，所以他对这些法相啊、名相啊都很熟悉啊，贪嗔痴，所以他常常会用部派的很多观念啊。我们现在的佛法基本上都是多数都是部派佛教啊，就是他们研究，那么有一些多名相。佛陀时代不一定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上次讲啊，三十七道品，那个是部派啊，把佛说法的，就是说解脱的这些方法，那么把它选七类啊，比较常用的、比较常说的，那么就结集成所谓的三十七道品啊。那比如说六波罗蜜，波罗蜜那个是佛弟子，那么根据啊，佛跟阿罗汉的不同，佛跟佛弟子的不同，那么去探究佛到底修了什么才会跟阿罗汉不同，一样都是究竟。那为什么佛这种究竟，佛这种就好像说一样是两棵苹果树，为什么这一棵苹果树长得又大又漂亮又好看又好吃，这一棵就比较没那么好看，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大，为什么？差别在哪里啊？同样的施肥啊，那么我现在同样给他施肥啊，同样给他除草，做同样的事啊，佛也这样修，阿罗汉也这样修，但是佛的这个阿罗汉是这样的，那这个佛弟子的阿罗汉是这样子的，甚至每一个佛弟子他不太一样啊，所以有智慧第一，有神通第一，有天眼第一啊，种种的。那么为什么佛跟弟子不一样？这个结果它一定有因嘛？那因是什么？它就是波罗蜜啊，那就去探究佛到底修了些什么，以至于佛有这么大的能力，有实力是无所谓啊。那么三无护、十八不共法啊，就种种的这一些大慈大悲，种种的这些不同，所以就开始有所谓的六波罗蜜、十波罗蜜、十一波罗蜜，反正四波罗蜜，种种的这一些说法。那这个也是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出来并不是啊，在般若经里面当然就是佛说啊，这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变成都是佛说的，那其实这个就是从部派佛教里面那么开始有的啊，像很多这种五力史啊、五顿史啊、五下分解、五上分解，这个是佛陀阿含经里面本来就有的了啊，但是我们已经很难分得清楚说哪些是佛陀真正佛陀说的，哪些是佛弟子根据佛陀说的在改变在演化出来的啊，那么 有一些可以知道，有一些已经不太容易知道了啊。那因为佛陀当时有关于佛陀当时的所有记录都记录在部派佛教里面啊，因为当时都是口传的嘛，那口传到最后那么各个部派讲的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你看看四分律，律是只有佛能治的，经还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的，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佛在世佛灭后的佛弟子讲的都叫做经，佛在世跟佛灭后佛弟子讲的都叫做经，但是律只有佛在世的时候能治，佛灭后你也不能改，佛在世的时候你也改不了，佛在佛灭后你也改不了，所以照理讲律应该是比较完整比较统一的，但也没有。你看传到中国来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根由律啊，还有解脱道经里面啊，它没有广律啊，但是它也有啊，这个经就是律戒的啊，所以那各个部派里面，那你说哪一些是真正佛制的，你说不能
你说佛已经治了不能，大家时候就有讲嘛，佛已经治了不能再改，佛没有治的不能增加，他已经定出这一套标准来了。但是真的没增加吗？其实有，你看我们的四分律啊，这北传都是依四分律嘛。四分律我们就说四分律众学法一百条，二十几条都是啊跟塔有关的，二十几条都跟塔有关的，还有两条是跟佛像有关的，这在其他的律都没有啊。那这个很明显都是，很明显都是部派他依据他的重点、他的重要，他自己立的。那没有改吗？很明显已经改了啊。那其他的律也有这样子的。那经呢？经也是有南传、北传的阿含经啊。那北传的说一切有部的，它明显就有三四十有的经典在里面啊。就是这个是南传没有的。那你就会发现到，经是佛跟佛弟子都可以讲，虽然说是佛说的，但实际上很多也不一定就是佛说的，不一定就是佛说的。但是后来的大圣经典，或是说甚至早期的部派传的阿含经典，即使不是佛说的，也会说是佛说的，啊，这个在部派已经有这样的共识了，就是你已经忘记了，那么就是他记载的不一定那么正确了，啊，不然就是你忘记这个是佛为谁说的，那没关系啊，出家你就讲阿难，就讲舍利佛，就讲目犍连，啊，讲空的你就讲须菩提，反正就是这样。那忘记在哪里，那就你就讲舍卫国，讲这个王舍城啊，讲奇眼金色，要不然讲毗舍离，就大家比较熟悉的啊。那所以他那么说的是这个到底是不是佛说的啊？我们看这个阿含经里面，那么有一些不是佛的，有一些记载啊，比如说是阿难说的，那么这边的记载就变成佛说的，这边的记载是舍利佛说的，那边的记载就变成佛说的啊，就不一定。所以从这个地方看，我们可以发现到部派佛教，部派因为我们现在留下来的东西都是部派的东西了，那大制度论，大制度论基本上是站在部派上，站在部派上，因为初级大圣的时候跟部派是同时流行的，那个时候部派很有力量，并不是部派灭了之后才有初级大圣，不是，就是初级大圣的时候部派佛教也正流行，啊，其实是这样。好，所以里面会有很多啊，部派佛教里面的东西在里面。越后面看你就越多了。好，我们再往底下看。啊，要讲这个啊，所以他说：“汝等当服，是故佛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这个就跟我们说可以跟四无畏连结起来一起看，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啊，好，那看第十个啊，第十个原因。他说：“有人念言，啊，佛与人同，亦有生死，时受饥渴、寒热、老病苦。”好，讲这个，这个可以看大制度论卷三十八，啊，他说：“法身菩萨，种种变化身，以度众生，或时行人法。”行人法就是视线跟人一样啊，通常是行什么法？有时候佛法、人法、众生法啊。那么有饥渴，啊，一般的人有什么状态啊？有饥渴、寒热、老病、憎爱，那么赞叹、喝骂啊，有这一些事啊等，除诸重罪，愚者皆行。除了杀盗淫妄这些比较重的罪以外，那么其实都跟人一样，啊，好像有一些爱恨情仇这样的啊烦恼。那么这个在大智论里面，其余的啊，其余的人有啊，那么佛陀就有，像类似这样的啊，大智论里面讲的蛮多的啊，我们。现在才看到第一卷而已啊，越后面就越多这种的。那这个其实就讲到所谓佛陀观啊，佛陀观。那么部派佛教的佛陀观跟大圣的佛陀观，非明显的很不一样啊。这个后面也会讲啊，大智论后面很多讲这个。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经文啊，他说啊，第十个是断他邪见，
四生出世，他是说佛跟人一样，也有生死，时受饥渴寒热老病苦，那这一段其实跟《般若经》那这《大智论》卷三十八里面讲也是这样，讲的比较多而已有饥渴寒热老病憎爱赞叹喝骂等有这一些事也有这些苦。好，那他说佛欲断彼意故，说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好，那这个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有人这么想嘛，其实佛跟人一样那我们有什么他就有什么那意思是怎么样？意思是佛也没有比我们高级到哪里去然后一样那讲到这件事，就要讲到《阿含经》里面有一次记载，记载说佛七十几岁了，那么那个时候旁边只有阿难阿难跟在旁边，那佛去说法就是走着走着，因为佛年纪大了嘛，七十几岁，你要知道他们都是走路的，他没有坐车他没有坐车，没有骑马佛有神通，他也没有用神通他也没有神通。假设他有神通，他很快但是就是他走路，走一走，走一走，会有几种现象，一种就是会累，脚会酸嘛，所以要休息，要休息所以佛有一次走一走很累了，休息就躺下来休息，然后就让阿难跟他念七觉支。那七觉支念到精进觉支的时候，佛就马上站起来。阿难，你说精进吗？你说精进觉支吗？是的，要精进。他就起来开始又打坐了。那么这个是就是一个。那么佛有走一走走一走口渴了，然后就叫阿难去跟他要水来喝因为印度也很热嘛。那走一走口渴，那走累了要休息那年纪大了腰酸背痛。佛好像如果从阿含经记载，应该在六十几岁他就常常背痛，经常背痛。那这个背痛的原因有可能是老化那因为佛吃的，老实讲也很多人都会供养佛，那是早期吃的比较好，早期是吃的比较好因为国王嘛，但是他都是到处去到处走，那旁边只有阿难，他也不一定每一餐都有得吃，每一餐都吃得很好。那我们这个身体你看佛还曾经有一阵子都没得吃，吃那个马麦，所以你也不要认为佛天天都是吃很好没有，也没有那尤其他跟阿难两个人走到那个乡下去的时候，那么有些人他也不一定知道他是佛，然后他去托钵，那有时候是不是佛去托钵，是阿难去托钵，托钵回来给佛的所以不晓得是不是营养的问题，或是佛太劳累的问题，因为身体本身就是业报身嘛。那么根据《阿含经》里面的看呢，佛常常有背痛的习惯，背了。其实像舍利佛身体也不好舍利佛身体也不好，那佛常常有背痛的习惯，所以他要常常坐下来走一走，走一走坐下来，就要让阿难跟他按摩，跟他捶背你在经典里面常常看到这个。那有一次阿难习惯佛坐下来就帮他按摩按摩按摩之后，他就发现到佛的皮肤皱了，都了去了，皮肤皱到很厉害，因为七十几岁了，那么皱纹，然后这皮肤皮肤不像，因为佛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那个是皮肤很细滑的，皮肤非常细滑，但是年纪大就没办法再细滑了，就开始变粗色。所以因为阿难常常服侍佛嘛，所以现在忽然间感觉到佛的皮肤怎么变粗了然后怎么变皱了所以他就很感叹的说，很感叹的跟佛说，世尊那么你的皮肤已经变粗了，变色了已经变到这样了佛陀就跟他讲，阿难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好，就是说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那么其他的人也一样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叫做父母所生生，
这个在大智里面也讲到，就是佛身里面，佛身它基本上就是父母所生身，有时候叫做八万重生。当时只有两种概念，就是色身跟法身，父母所生身，这个是色身。另外有一个法身的概念，法身是一生身啊，另外一个法身的概念啊，功德熟成的。好，那这个你看，佛陀就跟阿难讲：“阿难啊，我跟你一样都是父母生的，父母生的身体，它本身就有老病死啊，它没有办法避免啊，不管你是几相都一样啊，都一样，它就是老病死，没有办法避免。那你说佛有没有办法？”佛有没有办法返老还童？就是不要延缓他的老化，有没有办法？其实是有的。就是说，你修得，你有神通的人，你有神通的人，基本上可以做这件事，让你延缓老化。延缓可能可以延缓到一千年、两千年，不入灭的这个宾陀罗婆罗多啊，他就是可以让他那个年轻的身体，那么一直是这样。但是他也有个极限，就是一劫或一劫过一点点，你不能超太多，不能两劫，不能三劫，不能无量劫，没有办法。最多最多，就好像我们的保存技术啊，最多就可以让他冰个啊，比如说冷冻库里面，让他一年不坏，三年不坏啊，再过了就没办法，就要坏掉了，食物。那么这个身体也一样啊，这个身体也一样，你可以延缓它老化。所以道家有修那个返老还童的，也好像也可以啊，但是就是它也有个极限，它也有个极限。那照理讲，你有神通，你就做得到这一些，你有神通，你可以做得到这一些，但是它没有办法一直这样。那佛陀也不会特别去做这一些啊，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所谓色身它的一个局限啊，那么佛身到了一般我们现在讲三身或四身嘛，啊，千百亿化身、圆满报身，那么这个法身啊，那么基本上讲这三个啊，有时候讲四个，三身四身。那在大智里面其实只有两身，叫做色身跟法身。那法身的概念跟这个有一点又不太一样啊，等一下会讲啊，这个身体啊怎么样光明啊，这个，那么法身的概念在阿含经里面，它基本上并不是像你这个身体清净的那一种的法身，不是，而是法，这个身是积聚的意思，身是积聚的意思，就是很多积，像我们这个身是色受想行识积聚，五蕴合的合合积聚的意思。所以闻声聚声一样啊，那个音和合，那个字和合，那就闻声聚声啊，一样啊，闻聚名嘛，闻聚名啊，闻声聚声名声啊，就是它基本上它并不是那种有一个声的概念啊，比如说这个五顿识啊，那么是这三个字合在一起的啊啊，那这是有各有各的，那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合在一起的，那这个法身是这个功德聚集、功德积聚的，叫做五分法身。啊，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在见的这个法、证的这个法，啊，那个是法身。后来就慢慢改变了啊，那么开始有所谓的菩萨，菩萨在我们这里讲法身菩萨，他这个身已经不是。啊，一般的那个老病死寒热这个身了，已经没有了。啊，好，那我们来看，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欲断彼意，那这个是什么样呢？就是说佛，因为这些人会认为佛跟凡夫都一样，啊，佛跟凡夫都一样，那就会觉得没有那么尊敬佛了，啊，还是说？会把佛等同于凡夫了啊，那么还是一样啊啊，那所以那因为大圣比较强调佛的功德，大圣的佛陀观不太一样，
那甚至讲到啊，大众部的末部，就是大众部到最后有一些人，甚至强调佛只要是不好的都是示现的。佛提婆达多一定是示现的，因为佛是清净的，他不可能啊，要有金蝉马麦之报嘛啊，这个大智日后面也有讲有九罪报，那么这一些都是示现的，他并不是真的有这种事，因为佛修行那么好，那么清净，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不会有这种事，甚至佛的大便都是香的，因为人有烦恼，那么制造出来的才是臭的。佛没有烦恼，第一个佛其实不需要吃饭，啊，但是佛吃了饭可以没有大便，就算有大便也是香的，啊，甚至讲到反正一切，就是我们说过，佛法后来啊，你会发现到，那么对于佛陀，对于佛教本身。啊，那么美化神化，那么对于外道丑化，啊，那么就是把它俗化丑化啊，那么基本上就是会加强啊，加强啊，那你会有这种事，那佛啊，比如说佛法里面如果强调戒律的，你就会强调啊，你算是换了破一体，你都会堕地狱啊，就会变成这样。那好一点的灭化的就是你随便念一声佛啊，你的功德就无量无边，就可以灭八万劫生人重罪啊。那么强调戒的部分就是啊，你稍微对佛的一个不恭敬啊，你就会堕无间地狱啊，就变成这样了。那么这种是后来你会在经典里面你会常常看见啊，有这样的描述了。那对于佛的这样的佛身啊，佛陀观来讲，那么越到后面，那么就越不可思议啊！其实是这样。好，那这个是初期大圣，初期大圣已经有特别佛陀的观念已经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在部派里面，菩萨都是凡夫，在菩提树下成佛以前，他跟凡夫一样啊。菩提树下成佛以前，跟凡夫一样，成了佛之后，他才是圣者。这个是部派的佛陀观，啊，就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他也是从刀立天来人间成佛的，没有错。但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还是凡夫，那来的时候也是凡夫，一直到菩提树下成等正觉之后，才成为圣者。啊，但是大圣的佛陀观不是这样，大圣的佛陀观是他在刀立天的时候就已经是圣者了。已经叫做等觉菩萨或是实地菩萨了，啊，那么什么时候是圣者呢？从燃灯佛时代就是圣者了，那个已经是过了几十尊佛了，啊，以无量寿经讲四十几尊佛了，就已经是圣者了。一直到刀立天要成佛以前，这个中间都是圣者，从正无生法忍到等觉菩萨这一段都是圣者，无生法忍就是圣者了嘛。那么来成佛，他不过就是。啊，来这个世间应愿酬愿啊，来这个世间成佛而已，啊，那么他在刀立天已经是圣者，但是部派佛教不是这么讲，部派佛教是他在来这个人间成佛以前还是凡夫，一直到菩提树下才是圣者，其他都是凡夫，啊，那么即使成了佛之后，啊，那么他也受，因为他来之前是凡夫嘛，所以他有凡夫的业报身，要受凡夫的限制。那大圣的不是这样，他本来就是法身菩萨，本来就是法身菩萨，他已经不是凡夫了，他本来不可以不受凡夫的限制，可以不受凡夫的限制，但是为了要度众生，要示现跟凡夫一样，要示现跟凡夫一样，那么为了避免啊，现在这样讲说，为了让大家知道佛菩萨他并不是凡夫。啊，所以啊，欲断彼义故，啊，说佛菩萨都不是凡夫了，从刀立天的时候就不种无生法忍的时候就不是凡夫了，何况现在怎么会跟人一样呢？啊，所以啊，要大家知道，其实这个是法身菩萨来的，就是已经具足这个解脱的啊。这样的一个力量啊，
我们叫法身是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啊，就是依这五个，基本上是这样：依戒定慧得解脱啦，依戒定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其实是这样。解脱之见就是我身已尽啊，那么犯任以力所作一半不受后有啊，自知自见。那么依戒定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再讲详细一点，就是依戒生定，依定发慧，依慧得解脱，依解脱得解脱之见。从一个解脱者来说，他就具足这五种力量，就五种内涵，叫做五种功德，啊，五种作用了，啊，所以叫做五分法身，啊，基本上是这样。那但是这个法身的概念后来就变成，啊，不太一样了，啊，不太一样了。好，那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一段比喻啊，佛为了让这一些人知道，事实这些都是法身菩萨，当然这个是大圣说的了啊，般若经说的。那么誓言啊，就是告诉他们啊，这样告诉他，我身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佛身。好，那这个佛身就变成从色身，从父母所生身，有时候叫八万重生，大致上就叫做八万重生，有时候叫八万重生。啊，那这个法身是功德法身，八万重，这里面有很多菌呢，这叫八万，八万是很多的意思，啊，就是都是这些细胞啦什么啦，啊，反正它各有它的工作，然后它各有它的作用啊。好，那么这些，他说我身不可思议啊，就是并不是啊你看到的跟一般人一样的这样。他这个是外表而已啊，显现的而已，他还有内在的。梵天王等诸天祖父于恒河沙等劫中，欲思量我身，寻救我身，不能测度，况我智慧三昧啊。所以这个身就是法身，法身基本上就是戒定慧智慧三昧所成就的了啊。好，那这里的所谓的诸天祖父啊，看一下下面有注解啊。我很少看注解，但这里的注解可以看一下：众生有佛无佛，常是梵天，以梵天为世间主父，为世人故说梵天。啊，那么意思就是这样呢，就是不管有佛出世，没有佛出世，像佛陀时代啊，佛出世了啊，但是大部分的众生还是以梵天为创世主、上帝啊、梵天这一种。没有佛啊，还是梵天，啊，有佛啊，梵天也是很重要的地位啊，所以经常都认识梵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是世间的事实吗？从某部分来讲是的，就是说你们要知道天人，这个我们稍微要知道一下，天人是化身，天人是化身的。那么一般说大梵天王最早是从观音天去的，那么天人都是化身的，他的化身怎么来？基本上都是从人而去的，从人升到升天，而才有得这个化身的。那么这个也是基本上他这个化身，他也是功德所成。但是这个功德不是戒定慧的功德，而是戒跟定啊，基本上就是善业所成，善业或是定业啊，善业就是十善业，定业。那么如果是色界、无色界天，这两个都要具足；如果是欲界天，只要善业就可以了啊，欲界天善业就可以，色无色界天那还要有定业啊，就是禅定的功夫了啊，就是这些功德所成的。那佛基本上是戒定慧功德所成，那这里是戒跟定，主要是戒跟定，啊，功德一样是他的化身一样，他这个身，啊，形成。那三恶道基本上就是恶业所成的，那这些是善业所成的，人跟天基本上都是善业，三恶道是恶业所成的身。好，那么不管去三恶道还是去天，基本上都是人多数都是由人去升天，或去堕三恶道的啊。
那么三恶道再来做人，再来升天的啊，然后晚了再来做人，再来升天也有。所以它不是天跟天生出来的，它是人修天的业，人修天的业。那这个天就不一定看是哪一天啊，不一定是哪一天啊，四王天、欲界天、倒立天、焰魔天啊，不同的天，不同的天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要求，好像不同的佛国有不同的净土，有不同的要求。好，那么你像不同的天也一样，它有不同的业，那么多数都是啊念这个神的名字，修这个神的法，天神啊，修这个天，念这个天神的名字，修这个天神的法，那么他就升到那个天神所在的天，通常都是这样。所以天人如果要让他的人多，那么他一定要招生，到哪里招生？到人间招生。所以天人基本上多数会派天使下来，派天使下来招生、啊、因为他们的人是从天人，是从人间的人修他的业去的，所以各个宗教基本上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些天神都会下来人间招生。那梵天是来人间的天神中最高的，梵天是所有来人间的天神中最高的。初禅，二禅以上不来了，二禅以上他没有眷，没有眷属，二禅无寻无事，二禅无寻无事，他不需要眷属啊，而且他藏在定中，他也不需要。大初禅以下才需要，初禅以下，所以他会派很多天使下来，那么各个天都需要人，各个天都需要人。所以因为这样啊，因为这样，那么多数的地方，那么都有天神派下来招生的人，那么他会叫他修他的法，通常都是善法，通常都是善法，然后念那个神的名字，基本上都是这样，然后发愿要到神的那个地方。那么这样你有他的业，你想要去，你相信这个神，你希望到那个神的地方去，那么你做那个神教你的方法，一样是信愿行，一样是信愿行。那么你死了，具足这个业，具足这个愿，那么具足这个功德，那么你就升到那个神的地方去。那因为梵天是最高的神，来人间最高的神，所以多数，也不是全部，多数都是啊，他说多数都是认识这个梵天的，他说有佛无佛，那么常是梵天，就是意思就是说梵天基本上常常来人间招生啊，希望人升到他那里去，但是要升梵天比较不容易，升倒立天比较容易一点。升梵天要修定，梵天有三个梵恨，就是行为了。第一个，你一定要修定，因为它是色界天，色界天一定要有定，跟欲界天不一样。第二个，一定要有很大的慈悲心，这个基督教叫做博爱啊，像天主教啊、基督教啊，甚至伊斯兰教的那个上帝，伊斯兰教的上帝、天主教的上帝，还有印度教的梵天，基本上是。都是同一个神来的，都是大梵天王来的，啊，那所以他这里讲啊，有佛无佛，常是梵天啊，就是比较多，但是还有其他的天神，还有啊，以梵天为世间主父，所谓的世间主父，基本上就是他是这个世间第一个人啊，第一个人，那当然是这个《俱舍论》里面有讲啊，因为他升到那里，他功德最大。他最初去，所以他就认为他是第一个，然后之后就开始有人，他希望有人就开始有人来了。其实不是他念就有，而是也后来也有人去了，然后因为他也念，然后他就认为这个是他念来的，是他创造的，然后就他就觉得这个世间是他创造的，其实是这样。那么后来就变成梵天是第一个，前面没有人。梵天之后就开始创造很多人，都是梵天创造的，所以他就变成是世间的主父啊，为世人故说梵天啊，就是最早的了。那么因为这样啊，这里讲到啊，这里讲到这个
梵天王等诸天祖父，因为梵天王是所有天人的最初的了，天人最早的那个天人啊，就是梵天。好，那所以他说，即使这个梵天，即使这个梵天，用非常长的时间，恒河沙等劫啊，那么想要就是测度思量佛的身体，那么去寻佛的声音，那么也没有办法测度啊。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讲啊。那即使是现在佛的这个身体跟声音，他要测佛的声音有多远啊？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啊，下次我们再讲。那佛的声到底有多长啊？他一个婆罗门拿了一根尺，听说佛是丈六金身，拿了一根尺，不是一根尺啊，一根竹子的那个六，就是很高的那个竹子，要去量佛的身体，怎么量都量不到，佛越量越高。然后这是一个啊，那要听佛的声音也是一样啊，到很远很远啊都还听得到啊。那么这个《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啊，但这里是说啊，那么世间的人啊，即使是梵天王来要量佛的声音，量佛的身体。都没有办法知道佛到底啊，都没有办法测度，没有办法测量。那何况看得到的你都没办法，看得到听得到的你都没有办法测量，何况那些看不到的功德，就是智慧三昧，那你怎么可能测量得到呢？那么佛真正的身是法身，不是色身，色身你都量不了了，你要量哪里量法身？讲这个样的。好，那我们先讲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